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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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说每个人要抖那黑鱼千块，栽赃！我有录影哦。我操，好屌！竟然有录影，笑，太坏了，真的坏。好，大家先去做开场。其实我也没什么好开的啦。没有，我要决定耍废，等一下等杰克直接开场。笑死。Hello， 其实感觉改天办一个宝可梦大赛好像也不错。你想办？就是什么三对三之类的。篮球、哦？对不起，讲错了，应该是二对二。三对三篮球？对，宝可梦没有三对三，笑死。以前有三对三诶、欸。以前有三对三？怎么三对三？有一代有三对三啊。一次拍三只哦，这么酷哦！我以为只有二打二哎，有三。我记得好像有一代有哎，好酷哦，好屌哦！但很忙哎，对，要控完三只再控三只，啊、控三只有点 是,、啊、是有点麻烦呢、啊。对啊，对，还是要二对二的灰子大赛，二对二灰真的很好玩、哦欸。那如果那个什么冲浪更加混乱一起死，对，哇、啊，感觉很酷哎、欸，二打二、啊、好像很好玩的、欸，二打二的那个。灰子大加赛加赛环节，会发现很多内鬼哦。对啊，他说干我的宝可梦冲了，把我的妹子冲死啦！还有地震，一起震光光，啊、你把大哥震死啦！大家就会像这样。对啊，现在有那个啊，四人双打，对吧、啊？感觉很酷哎、欸，全部都用灰子打双打。看到最后大家同时一起吃东西，好笑，吃剩的食物，吃剩的。好啊，下一届变二打二的灰子大赛，蛮有趣的。等一下我们跟杰克说，我已经听到了，啊、你已经听到了。杰克在没有，因为主要是怕大家要练宝可梦，怕没时间，所以就想说一直就好了。哦，他在说你没时间啊、欸，有没有听到？刚刚我这次交给他帮我处理。对啊，他记得刚刚是有人说有四人二打二吗？对啊，可是就看等一下比完赛的时候看还有没有时间吧。嗯，好啊，有啊，我们就先把大家召回来，召唤，回来喽，回来哟，好吃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好吃？我要吃虾仁肠粉，好吃，好吃，这个确实好吃，4、6。八十十二十三，然后有一位好像临时有事，所以就没参加了。嗯，好的，要不要说是谁？我们恭喜他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谁？好坏哦，黑鱼要恭喜黑鱼，好扯哦。开玩笑。好了，那我就开个场。啊、非常感谢各位参加本次的灰子大赛哦。那这一次的灰子大赛其实是从大概12月初，就是珠子发售没多久之后去举办去规划的一个比赛、哦。然后今天的比赛人数呢，一共是原本是14位，然后现在应该是13位，所以等一下会有一个人不战而胜，就看等一下是谁不战而胜喽。那你要说是谁没有那个吗？不好，这不好，这不好，好坏哦，好坏哦，那没事了。然后今天的奖励呢，就是有分四大天王加冠军奖以及参加奖。那四大天王跟冠军的奖励呢，是一对鼠，然后是梦特6V 的啊，都是比赛过后可以跟我拿。然后参赛奖的话是一对鼠，然后是梦特5V， 是缺特工。就缺对象的、oh, ，OK OK， 啊，都是爽朗，对，缺，为什么？然后都是缺对象，一对鼠吗？都三只吗？因为我觉得他的鼠数儿非常的有趣，可以打到600的伤害，他很强，我就是靠老鼠的好吗？他非常的强大，我都靠老鼠打天下，老鼠，
对，然后接下来是我们的对战规则哦。对战规则的话是采取游戏内的一个普通规则，单打对战，然后会强制把你的等级变成50等。因为有些人在练灰指的时候可能会把等级超过50嘛，他就会强制把它拉回50，才是一个公平的对战。没错。好，然后一场对战大概是10分钟，然后我们是打 BO3，就是3战2胜，所以一轮大概是30分钟。如果提早打完的话，可以先回来这个比赛大厅 DC 这边。Okay. 好，然后我们的携带道具是不限制的，没有限制，像什么平野果这种可以回 PP 的道具是完全没有限制的，因为我们后面限制的东西还蛮多的。这倒是。然后队伍里面只能有一只宝可梦，并且那一只宝可梦呢，只能拥有灰指这个招式，其他招式都不可以学习。你们检查一下，看是不是可恶。确认一下，确认。哎、欸，等下我的不好意思，主办单位没有把技能删掉，我现在删。作弊！主办作弊，抓到了。等我一下，等一下。我现在忘掉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哎呦呀！好的，确认完之后呢，那这个灰指它的 PP 数一共是10点，不可以是16点哦。16点的话，代表你有吃过 PP 提升剂是不可以的。嗯，好。然后宝可梦是可以使用太进化的。你在对战当中觉得好像哪里不对，你也可以按一下太进化，搞不好会改变局势也说不定。对，可以太进化的啊。然后我们有禁止特性、禁止诅咒之躯以及压迫感。那牵扯到这两个特性的宝可梦一共有4只，分别是耿鬼、诅咒娃娃跟不思湖，然后还有一只是压迫感的马纽拉，这4只是不可以使用的啊，了解吗？应该是没有拿这几只的吧？没有，应该没有吧？是禁止特性还是禁止宝可梦？禁止这个特性啊，如果是不同特性的这个宝可梦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啊，吓死人！差点被所以有，所以有这四只其中一只哦，有人有这四只其中一只哦，酷哦！哦，有爱哟！现在是耿鬼，好听到喽。耿鬼现在只有一个特性，然后因为今天是14个人嘛，然后就再减掉一个，所以不会有全败的人。太可惜，没有全败。我原本要给他一个安慰奖。哈哈哈！那我输了，我投降。还是我先把安慰奖带走。因为今天的赛事是瑞士制，就是你只会跟你相同胜差的人去比赛，除非就是那个胜差有缺人才会去补上去。对，所以通常你假如是两胜的人，你只会对到两胜的人，然后你一胜一败，你只会遇到一胜一败的人。好，懂。然后我们今天全胜的人呢，只会有一位；然后三胜一败的人会有4位，两胜两败的人会有4位，一胜三败的人也会有4位，所以冠军就只会有一个。OK， 没问题。那么还有一些赛前的需要知道的东西，像是我们在对战当中啊，有可能会遇到连线上的问题。那连线上的话，你可能会看到Switch 会弹出什么对方已脱离连线，或者是网络中断连线。这两个讯息，网络中断连线的话是自己断线的，对方已脱离连线的话是对方断线。嗯，可以这样子判别。Okay. 嗯，好的。那断线的话呢，会判对方就是看谁断线而记一点。那如果被记两点的话，是判对方败。哦，好。请问是同一场吗？就是累积吗？累积、哦。好。对对对，累积。就那一 round 累积出来的。哦哦哦。啊，如果真的断线太严重的话，那我再想一下。好，你想一下，再想一下。大家都是实况组，应该是没问题啦。然后，因为这次3战2胜嘛，中途你在打完第一场之后呢，如果你觉得这个携带物品觉得不太好的话，你可以跟对手提出说你要更换持有物品，然后你可以更换之后再继续对战。可以拒绝吗？嗯啊，你说可以拒绝吗？你好，我不行，通常是接受啦。你要，哎呦，我不要，不想乱换，你想换哦，你想换是不是啊？好奇葩哦。然后今天是带一只宝可梦，然后是无法更改宝可梦本身以及太进化的。
就是你不可以去换成其他的太进化或者是其他的宝可梦是不可以的。嗯，那然后还有就是，假如等一下遇到了对手不在的这个情况呢，你就是开赛之后五分钟，如果对方不在，那就是不战而胜，然后告知主办方这边。嗯，然后等一下，假如你们已经打完了，就是已经分出胜负，说谁两胜了，那麻烦到 Discord 的那个赛事回报区，然后那边有范例，就麻烦以那个范例去打文字跟我说谁赢了这样子。没问题，是不是要重听规则？小文怎么了？没有，那个刚刚没在讲规则吗？对对对，在目前还在讲规则。哦哦，规则的话就一样是上方的那些文字。OK。OK OK， 好。然后大家有对战过吗？想问一下。没有。哦，没有。好，那大家先连线，都连线了吗？连个线吧。好，大家连线之后呢，就麻烦请按 X 有一个宝可入口站，然后点进去。嗯 ，X。哦，点进去之后呢，在第五个有一个连线对战，然后一样点进去、嗯，然后下方有一个密语。密语的话，你们可以看到 Discord 的房间。因为今天是14个人，所以两两一组的话，一共会有7队。嗯，然后你们之后就进入房间之后。那个会场的右手边会有四位数的号码、嗯，你们就把这个号码输入在密语那里，然后再进入对战，哦、然后去确认是不是对方。哦、okay, 我怕会刚好有卡到人，对。OK。那这些后面的对战部分就是选一个普通规则，然后选一只宝可梦就可以进行对战了。好、哦，没问题。好的。单打普通规则，一只宝可梦这样。对对对。对然后比赛结束就是回到这个比赛大厅或者是底下的休息室，就是如果不想要其他人打扰的话。嗯，好的，那么到了我们比较刺激的环节了、嗯、我们要来抽了，我们要来抽了，抽了是不是？等一下哦，如果我第一回合遇到杰克我就打我投降。太快了，太快了，要挣扎！拿杰克的宝可梦，拿杰克，太小，要挣扎。好，那我在 Discord 有直播，你们可以直接看。哎呦哎呦，怕那个作弊是不是？对对对。然后这边是我刚刚测试啦，然后我现在要按抽签，抽签下去的结果呢，通常就是一对二、三对四、五对六、七对八这样的概念。好的。对对对，那我就按抽签喽。刺激哦！抽签。谁？好的，你们有看到自己的号码了吗？有。嗯。啊。你们就左边有号码有吗？啊，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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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然后等一下，我拉一下，抓对。啊，谁轮空？没有，刚刚说会不会来的，已经来了。哦，这没事。哦哦哦。对，会有最后一名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会有最后一名了。会有最后一名的，哎呀，完了啊！那我就抓对了，那么就麻烦各位去找到那一位对手，然后去跟他进行对战。一对二嘛，三对四嘛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我觉得、欸、不一样哎、欸，等一下不一样哎、欸，不一样不一样，不一样那不一样，那就是按照上面的号码，什么意思？按照就是你想你假如是编号一的话，你就是去找二号。OK， 二号去找一号。Okay, okay.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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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我去找尤里斯，尤里斯，什么团团的，好慢的，对对对，要去哪个房间都可以，就你们选择一个就好，不要互相撞到就好。好，我前面打杰克是杰克，我很烂啊，我很烂啊，随便挑一个吧，萌萌挑一个，我们去兵器，挑，好，杰克我想去，他下去了。你要去哪里？你选一个吧，我的幽灵比赛场地被抢走了。那我们去，我们去地面。好，阿姨，我要去哪？挑一个，我想一下。吵架时你要去哪里？快用东西挑了，被抢光了。我的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OK， 哎呦，
怎么啦？我很烂啦。哦，好可怕哦！昨天跟他们打，开始狂输哎、欸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对一下号，对一下话。所以我们要三战，对，打三次，然后打三次，看一下评分哦。那密语我们要打什么？就是草比赛右边不是个密语啊？你要不要遮一下哦？哦，你说比赛会场旁边那个？对对对对对。好。哎、欸，我刚有遮吧？哦有。不会有人乱吧？不会啦，怎么会有人想跟我们打呢？打好了，好，有吗？连到了，有，好，可以开画面了。哎、欸，他规则有说在哪里吗？他说普通嘛，普通压五十等可以持有物。哦，那是一样这个好。嗯。哎、欸，你是要用哪一只？你有两只哎。有一只是我怕我遇到怪的时候跑不了，在野外抓闪光。哇，长毛巨魔！哇，我的心魔。真假的？回了啦！哎、欸，你好白哦！我没看过这只色尾，怎么那么白啊？哎呀哈！人手牵羊，哎呦！哇！完了，我要没了！他竟然有顺手牵羊！谢谢，谢谢你的苹果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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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傻眼。难怪没到道具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啊，昨天都在演。哎呀，打不到。感谢阿佑，感谢哦，感谢哦，我可以。嗯，可以、啊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一直吃我的便当？我想说你不吃，我帮你吃啊。怎么一直吃我便当？你鸡腿留到后面，阿、啊、不吃我帮你吃。哎呀！怎么？飞高高，然后再吃补血。哇！太扯了！太痛了吧！那你要换道具吗？你要再偷一次了吗？你不带就是我们一起不要吃而已啊！你带的话，我就是吃你东西。好、啊，我不要带了，我不带了，不带了，不吃了，不吃了。好，你出去，你出去，等一下我再遮一下，好吗？我这个画面，哎、欸，你要想哦，我可能会吃东西哦。我等一下就换我带了哦。来来，比心机，来来来，你要出去哦。来啦！来什么啦？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怎么了？我再一次，再一次。那、啊、你要直接打吗？还是直接打了？直接打了。你不带哦、喔？你应该不会再偷了吧？你要再偷啊？不是，这是特性，这是特性啊！对耶，对，等一下哦、喔。现在就是你可以演的像一点，就你自己带，我没带，或是你演的像一点，我带，你没带。好，那等一下哦、喔，我弄一下。
那我要不要带呢？我要带什么哦？我看看。我先连喽。好哦，等等哦，不要那么难过啦，这只是吃一口便当而已。啊，难受哦，被吃便当了。我带什么？完了，啊，算了算了算了，把他东西拿掉。又是拼运气的游戏了 ，OK 。太狠了，繁星太狠了。等一下，我顺便把宝可梦丢进去。嗯，看一下哦。啊，按到连线交换了，啊，按到魔法交换了。等一下，真的？没事没事没事，我按 B， 我按 B 了。好好好好。你连了吗？啊，好了。好。你要再一次。你差点把。我差点把我把我选手差点送出去了，我吓死了。你直接送他出去，你是狠人欸。是吧？你一个自身鉴别礼物欸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画面了。啊、哦，好冷哦！等一下，选择对了。哦，好冷，好冷，好冷！你那边几度啊？我这边已经这边吗？嗯，十几，好像十八、17吗？室内吗？对啊，室内就很冷哎、哦。我现在室内13度。哇，你的你怎么冷？怎么这么冷？啊！你要多穿点啊！你有没有电暖炉啊？我电暖气打开还披毯子啊！太冷了吧！啊，看看我没有带东西哦！不要偷摸啊！摸一下，好，重启招。没有。他偷吃东西。你没带哦。偷吃东西。我们两只长毛的在这边打来打去的。哎，没有要跟你分担呢。哎，刚刚欠你的鸡腿还你嘛。哇，好险哦！哎，我怕降你能力哦，可恶。筋膜哎，真的是长毛。为什么这只是筋膜啊？你跟观众有玩过是不是？这只很不好。哎、欸，这只是我最后才选的，原本有我也是选气势猴哎。啊，气势猴打气势猴很好玩哎。对啊。没有，今天原本要带另外一只，但是来不及练了。哦。对，那只叫做布利姆恩。啊。但是选到那一只对气势猴会很危险，如果你甩到降能我能力的话，我会反弹回去，我会把你的降能力弹回去给你，然后你就加攻击力。哎，哦，
其实哦，不要再博物场地了。然后你最近看太多是不是？啊，真是的，小女生哎、欸。啊，人家还是有小女生哎、欸。人家内心还、哦、啊，完蛋了，不！攻击加二。七四号，七四号，不可以，可以不可以，你是小女生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啊！七四号，七四号，不行，猴子你不行，七四号，什么意思？敢不敢命中啊？我命中率怎么那么低啊？不可以命中啊，七四号。一直打，打啦，打啦！哦，其实哦，你可以的。变什么网啦？又降速度，我完蛋了啦！啊，不服输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繁星快不行了。气死我！啊啊！气死我！加油！不要！还没中毒？什么鬼？什么意思？气死我！加油啊！我最后一次了，完蛋了！啊，小公主加油！冲啊！没中，没中，没中！啊！难打的，状态效果无效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、欸，哎，怎么好像怪怪的啊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一直我一直一般格斗打你，哎呀，其实好，拜托你，就这一场的结束它，快快，没了，我死了，哇！ Yeah!太猛了，太猛了！降了两次，哇，攻击加四哎，天哪！这样要带道具了吗？不要，那就继续喽。那就继续喽。哦，他这样克我的便当哎，好过分哦！打架不能吃便当哎，不是。我一直没打到你，天哪！啊！我觉得我的，哎、欸，你们不可以看不起我的气势哦，哎，我气势哦打得不错啊，很努力耶，很努力。然后跟他们玩的时候，我都没有被降到能力过，很难过哎。跟我一样。哪有人开场第一场就偷我东西？嗯，哎，吓我一跳！这个我铺了很久了，好吗？吓我一跳！气势不能输啊！气势哦！哇哇哇哇哇！他会飞是不是？你现在变漂浮特性？你什么、啊？什么、啊？哦，天哪！可以不要格斗招了吗？我气势哦！突然间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干嘛？我要挣扎了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嗯，他我不能用同一招两次。简单来讲，我等一下就我等一下是挣扎了啦。完了，那个毒没有，那个毒你要换才有用。你现在没宝可梦换没差啊！天哪，怎么都可以甩到这种怪怪的东西啊？你看我挣扎了啊，懂吗？啊！所以如果你甩到封印啊挑衅，其实是
最恐怖的。小公主快上啊！哎呦，这是什么？看起来很可怕。这什么招啊？你为什么？你怎么可以杀？你怎么可以超能系了？哎、欸，你怎么可以这样？啊，你是小公主，无理取闹多久啊？你、欸、不可以乱撒东西耶、欸！哎、欸，我乱撒东西哦！要死了！我的小公主，哇！怎么看起来好像很厉害，然后就真的？怎么？哎、欸，打自己，打自己！小公主该打自己的吧，小公主。小公主，她才不会被别的男人诱惑呢。无理取闹要无理多久啊？快死了！好啦，那个帮我补个血吧，阿姨。第一场是我的错，不该吃你便当的。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吧？小公主打他，他偷吃你便当。哈哈，偷吃你的便当！哇，原始打魔是什么啦？是什么？哦不，现在才有定身法吗？天哪！我会死吧？完蛋了，我被你烤死了。简单来讲，就你会挣扎了，然后你打我，然后我就死了。哈哈，哎，恭喜麻衣晋级！哎、欸，你死哎、欸！哎、欸，这算什么？我赢吗？这算什么？哎、欸，你赢吗？我也死啦、啊！你也倒了吗？我也倒了、啊欸。你也倒了，那算是平哎、欸。没有要看最，没有看最后哦，战胜。有没有他写你战败了？嗯，看这个啦。原来是这样，哇，好惨，好恐怖哦！哦，原来是这样哦。对，好可惜哦。那去回报一下。嗯。好吧，上去吧。哎呦。花三点啊！我打打五下之后就开始挣扎，甩到阿尔宙斯的招式，制裁功力。对、啊，對啊、第一轮第一回合直接中，好狠，对啊，他第一轮把我秒掉，后面就被我折磨死。对对对，只有第一轮，你在撞我的头盔啊！真的是，哎、欸，而且我两轮后面两轮我都有一直撞狂撞他那个头盔。哦，我怀疑、欸、还有你不是选那种连续招式 W 吗？真的是很酷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不是你是输赢赢吗？还是赢都两把都赢？哦，输赢赢，输赢赢。你补一下 L， 你改一下。哦，等一下，这个 L 有点不明显。你的 L 很像，你的 L 很像框哎、欸。我的 L 有点短，等一下，哎呦了。哦，好一下。好精彩、啊、那就稍微等待一下最后一组，他们还在激战中。最后一组是好的。欸、对你刚刚没有介绍今天有谁？哦，对耶，不好意思。没、欸、事，你等一下第二轮大家来，你再介绍好不好？介绍一下。还谁？我刚刚就直接就是赛事内容了。怕大家的手指头太痒，有没有？好想挥哦！好想挥哦！开谁？
好好笑。我的沉睡的右手正在想挥中，无法控制了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无法控制了。我要来买道具，我现在已经在道具商店了，哭啊！该买一下，该买。要加入头盔了吗？我在想要不要头盔，头盔真的是很强哎、欸。想一下，想一下，你可以先备着，搞不好第二局想要拿出来用也可以，好吗？嗯。还是放气势头带好像也不错。气势头带你应该不太会被秒，太适合。嗯。你这么赌的吗？好赌哦，好赌。那有需要上厕所什么的，可以先去。突突头盔，找不到，我暂停一下。呵呵，结果是你自己想上厕所，没错啦。要先闪人，你快闪，你快闪，你快去闪，你快去闪。我在努力恶补啊。哎呦，感谢小雨刚跟我讲的、啊。他什么都没吃，他连一色王冠都没有，他只有一个。谢谢小雨跟我讲啊，谢谢。我刚才说好了，那你赶快去吃个银色王冠啊，去啊！可是我只有一个，我说好了，你把血量吃满了。超夸张，好笑，超扯的。我忘记了。笑死！哎呀。哎呦喂呀！我直接停在便利商店旁边好了，其他打不好我就直接买。你是不是可以再换？是不是？直接买，直接买，马上换。你是蛮狠的，狠人，很狠的，很狠的。哎呦，比出一个高下了，是羽毛获胜。打完了，打完了。好，那帮我看一下那个 DC 直播，确认一下分数。好的，看有没有正确，赢的人会有，就前面会有一个三。嗯嗯，好。那我确认完毕了吗？没有怪怪的地方吧？嗯，应该没有吧？没有吧？没有吧？有啊，黑羽怎么输了？哈可能头不够硬，头不够硬，头不够硬，可惜了。那我们就排第二轮喽。好，你好。然后你们会看到紫色的框，就是草家子跟鬼鬼的部分。那是因为草家子刚刚是输的，但是因为三胜方是奇数，所以会排一个败方的。哦，然后。然后暂停一下，先不要下去，因为我们刚刚忘记介绍人员，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介绍人员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是主办的疏忽。从现在开始吗？不好意思，插个广告。插个广告，就插广告。插个广告，没错。不玩不玩。好，那我们就从 DC 顺序。那我是这一次的主办方杰克。那通常我是一个通。就是我玩很多宝可梦游戏的一个实况主这样子，像是 Pokemon Unite， 然后珠子，然后各式各样宝可梦的游戏，几乎基本上都有玩过。好，那下一位啊，是我 ，Hello， 大家，我是 Annie 啊，我主要是在 YouTube 活动，然后主要是以做攻略资讯的影片为主，然后今年想尽量多一点直播，对，然后我有问题。嗯，为什么你后面写胖丁？不想回答你、啊，就是哭了。哇，你问了一个人家很难回答的问题哦。对不起，是你。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就是就嗯。谢谢谢谢谢谢，完了完了，完蛋完蛋，星爵。没有啦，就是宝可梦里面最喜欢胖丁，然后名字里面也有一个丁的字，所以对啊，嗯嗯 ，OK， 好，下一位，我
可以直接跳过给下一位吗？你可以就是简啊，他是小温，然后大家好，我是小温。其他不重要，好，下一位，谢谢。你说其他人不重要，还是他说其他人不重要？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内容不重要，对，换下一位，谢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泽蒙。也是主要在 Twitch 跟 YT 做直播，然后也是玩宝可梦相关的游戏。是我。大家好，我是吐司喵，我是最爱赌博的人。玩什么游戏？哎，不对。那你刚刚应该赌得挺成功的、啊。没错，我用折磨性技能把他折磨死了，我很开心。注意一下，注意啊，折磨性技能啊。随机触发了。大家可以叫我阿喵，下一位。下一位，悠悠，大家好，我是悠离子，主要在 YT 跟土耳其直播，有时候会直播恐怖游戏。然后刚刚杰克第一场自爆了，好，下一位。算了，我还是赢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熊猫团团。我平常在 Twitch 直播，然后 YouTube 的话是出一些影片这样子。那游戏的话，什么都玩，但是比较常玩那种剧情向游戏，然后大概就这样子，谢谢。下一位，嗨嗨，我是小雨。啊，我主要就是啊，我什么都玩，除了恐怖游戏之外，我都玩啦，没有错啦。啊，现在主要还是恐怖除外的。对，没错啊，现在主要是直播为主。对，好 ，OK， 下一位。Hello， 上一个是小鱼，我是繁星。啊，平常对啊，也都是随便玩啦，也没干嘛。对，现在好冷，对不起，下一位。嗨，我是羽毛。那个最近会在 Twitch 开台 ，RYT 月底会有影片，卖块影片。然后最近玩斗阵而已，谢谢大家。好耶，好耶，好耶。谢米威。大家好，我是茄子啊，不是，我是曹家子，是茄子的茄子样子的僵尸，可以叫我茄子就好了，谢谢。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鬼鬼啊，都在 YT 上活动很久了，然后，什么游戏都玩，欢迎找我玩游戏啊，感谢，下一位。大家好，我是麻衣，我是猫系女子，个性很猫的实况主，谢谢，下一位。喵喵。我是刚刚被打爆的黑羽。我刚刚在想说怎么样可以让大家对我印象深刻，我忽然想到了，我去年日更，然后我还开台200多天，大家可以订阅我频道，谢谢。哇，可以可以，很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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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想说一个让大家更印象深刻的，黑羽是在这边唯一借宠的一位实况主。真的假的？唯一借宠成功的人，只有你借。真的假的？够印象深刻吧？可以吧？开始前5分钟，我才去拿灰指这个招式。确实。好啦，那么就大家就是依据上面刚直播那边有一个表，就去寻找到对手，然后到底下场地去吧。好啊，好，小温你挑场地，杰克你要去哪里？我要撞头盔了。好，去。所以紫色的是同一站吗？对。你声音好小。你们紫色就只是因为你们的。你等一下，我在抓色尾。好，等你。遇到色尾。没事，慢慢来。我刚刚都等一个人跑去吃银罐了。哦，是哦。对啊，他就说那个要怎么办呢？我说好啦，我带你去那个在那个雪柜镇啊，回头啊，你会看到那个银罐，你快点训练一下。他说好，我说啊，我只有一个银罐呢。我说好啦，你来吃血量啦。那什么等的糟糕真的，我要笑死。那我先来开。好啊，抓到了，好了。哎呀喂，你抓哪只？多托姆啊。
哦，你还在刷路途图是不是？嗯，然后把那个、啊、今天的日期就调到生日那天，就是有机会拿到生命、哦、命中注定这个徽章称号。哦，算哦。的画面。然后他说我第一个是对手赛前才准备，第二个在抓色尾，他都很糗啊。这不是一个任意很糗的比赛吗？你下一个就是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有什么事情？我刚刚第一个在吃黄瓜，第一个在抓色尾，啊你的。对，你现在有什么事情吗？可以先做，没关系。是不是该赌盘再继续赌起来了吧？哦，你要开赌盘啊？没有，我说你那边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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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小雨玩不可以开赌盘啊，很危险，危险，危险死了，恐怖鼠了。等下第三个不小心把宝可梦放生，不会啦，身上只放一次的话没办法放生了。阳寿燃烧，哎、欸，我们刚真的是两个都用挣扎打死人，我们刚刚也是哎、欸，打到都没什么，没有他无理取闹我。然后我定身罚他，我们两个要互打。我直接封印，而且我是第一个甩，然后直接把熊猫头的封印抽到你那边去，真的挣扎超好笑。他打我超痒的，咚咚咚，寻找中。好，我来了。喝个水。哇，真的很冷耶。真的。有的有的，结果我还是忘记去拍头像。嗯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就换我等一下遇到比较熟的，我就说等一下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拍个头像这样。哎、欸，他 DLC 可不可以让我拍道馆馆主啊？对啊，想要去跟古鲁夏拍照。来历来历，好，你是巨魔是不是？嗯，我那也有在想耶，在想要不要用巨魔。选巨魔是有个原因的啦。哎呦，有什么特别的？啊、有加 combo， 但内力有在。哇，你是美食加巨魔哎。你要是美食家，你好像一直吃就好了。我靠，你好狠哦！哎、我防御超高、哦。开场加防御，会加防御。寒雨，哎、欸，攻击提升，防御提升，但全部提升也要做、哦。等下提升啊，自爆、哦！啊，自爆！哇，好痒耶！超级痒！灰灰，没错。有病哦！你的很嗨哦，加一加，然后又全部又回去。哇，你在干嘛？酷哦！气象球这是什么？就那个啊，看天气的啊，大太阳是火。哦。啊！你加一加，全部归零，你死嘞！对啊，你又全部又清空哎、欸，你好嗨、欸！喵、啊，他的头像是肌肉的，也是不错啦。没有肌肉，哎、欸，又来了又来了！你的宝可梦又在搞耍了。真的、欸，我等下出去调教，我等下出去调教他一下。要带那个焦点镜啊，不是光焦点镜，广角镜，带起来。咬咬！哇哦，不能逃跑了呢！好有用哦，天啊！好棒哎！哎呦，一下推几下呢？两下。哦，只有两下啊！好啦，随便了，有中就已经不错了啦。加防加防加起来！梅花防守。是啥呢？你要不要自爆一下？我天哪、啊！毒啊毒啊毒啊！啊，怎么没毒啊？怎么这样都没有毒到啊？空气利润，
感觉等一下大家又要开始挣扎了，是不是啊？追不完欸，没有效果。奥利嘎达，没有效果。我们甩到了没有的。好，你冰锥比较多下吗？赢了啦，赢你了啦，赢了。四下了，两倍了，哦，我吃那个啊，我全部吃那个、啊、血量防御。没错，妖精打不到。找伙伴，但是没有效果。啊，今天都是那种打超久的、欸。你的特性改不了。对啊，我都没有办法改。我想说，那就带这个提升就好了。我原本以为他会加到血量，可是五十等之后好像变成防御比较高，所以就加到防御。你有病哦！哎、欸，你的就一直在 buff 自己耶，他不会等一下又踩一个黑雾吧？靠！哇，我变硬了，太硬了吧！硬爽没？真是硬爽没耶！没要最后一下了，要没得灰了。哦，是有哦，哇、哦啊欸！还有机会，还有机会啊！小雨帮我补个血。很痛哎！哇，最后一下是什么？十万马力！挣扎的时间到了，没机会了。没机会了，挣扎。我出去带个道具啊，等我一下。好，你出去带个道具。太狠了。原来用生命力啊！原来用生命打出了这一集可以这么养。哎，我好扯，我都一直踩到防御，再加，一直加。那先等你换一下。好的。这巨魔很懂节目效果。很烦欸，为什么跟你玩都这样啊？不知道耶，怪怪的耶。这雪人没有脸欸。到处看看。这里的雪人都没有脸欸，好奇怪啊。看头上怎么一只锁彩铃。我好了。好了，好。看来要赢只能靠你自爆了。看我会不会想要自爆了。来了嘞嘞！啊，就只能带一只、带两只、带什么带啦？啊，就只能一只下去打嘛，从头到尾也不能换其他只啊。刚规则没听。我要拉回去前面听。准备完成，可以太金啊，可以啊，要太金是可以太金。好吧，我知道秀出粉红色了，至少让你眼睛受伤一点。你不要跟熊猫短短一样的战法好不好？他刚就是一只妖精的那个锯断将。啊，不是，我说他小时候就是妖精啊。对啊，超粉一只在那边。我要继承熊猫团团的意志。对我造成精神伤害。精神攻击。对啊，我就说他对我造成精神伤害。不知道灰子有没有太金爆发，不知道哎、欸。照理来说应该会有吧，全部招式的、嗯、好像没看过哎、欸，没看过啊，可是不知道会不会有。嘟嘟嘟，那是肌肉猛男名字。请问啊，怎么又诅咒了？那真的很喜欢放一些就是 buff 招、欸，一直狂甩。我又没有尾巴很大啦啊！我的尾巴在哪里？我怎么没有看到欸？好扁哦！欸，这个重力是怎样？是体重的问题吗？好像是。
刚刚好像跟熊猫团打有弄到啊！你怎么有替身？又来了是不是？哇，怎么有替身呢、啊？好奇怪耶！哎、欸，小雨。喂，小雨不见了。哎，没声音了。那他的台嘞？喂喂喂，有声音吗？嗨嗨嗨！哎哎哎！我说你就替身啊，你就一直吃，就一直饱，一直饱，一直饱，哎，你等下就饱了。真的？没，等下死了。你等下就要吃饱了。刚刚说重力是漂浮跟飞行系的，会。对对对，他说会被地面招打到。特性互换没有效果啊！你就换不了啊！对啊，没得换呢、欸。我连你的替身都打不掉哎、欸！我干嘛？哦哦，被他甩了，没了。刚蚂蚁就讲说：“哇，这招很帅啊！”怎么只打这一点？对啊，怎么哎？哎、欸欸，怪怪的。喂喂喂！他干嘛、啊？不要再出一些奇怪的招了。就等下要进入挣扎对战了。啊！吸取拳，太会补了吧？打你都补满了耶！可是你补满了耶！是替身会补血吗？会吧，我看你的血满了啊。那是我的血，不是替身的血。哦，替身的血。对啊。是没错啊，可是我还是要先把替身先打爆呢。没有效果。完蛋了。中吗？可以中吗？哦，有哎、欸。圣剑。哦。还好。啊，怎么不动？推来个物理招吧。推来个特工招吧。对啊，特工的话我就没有办法，完全没有加特工哦。好了，不要再磨了，可不可以赶紧打？赶紧把这不行啊，你不能磨，对，对，你不可以磨啦。那先把这替身打掉啊！裁判啊，不是说一个人的对战，对面怎么两个？哎，又是虫子底下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我是怕延迟吧。要没了欸，等下没得灰了。要干嘛？欸、啊、你没得灰了欸。你怎么那么贱啊？不是让人家灰子的吗？怎么灰不到啊？没得灰了耶。哇哦啊，我怎么又在提升啊？不用玩了、啊、不用玩了、啊、等一下挣扎我就死了、啊。等一下我挣扎超痛哦。不玩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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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玩了！等下把自己撞死，出事啦！可以啊，还可以啊，你那个吃剩东西补蛮多的。我只能再吃三口了。我要先把你的替身打掉。可是你会先打死我，你信不信？哦，真的吗？因为我比较痛，是不是？你加了三倍吧？你等下看一下你的 Y。可是我血，我血黄了呢。没有啊。有啊。欸、我血黄了呢。我哦，那我反弹超痛的呢。没有啊，他是扣四分之一。哦。对，挣扎只会扣两次。啊。看一下哈、啊，你的物理加多少？哦，加三呢。哦，撩嘞。加爆！加爆！回了，回了。哎、欸，哦，超痛的！哇哇哇！在下，救我！哇，在下！哇，
我就说超痛的。啊，我们要打到第三场了。天啊！没想到决战的第三场。是这游戏啊？我们怎么平常玩的时候都那么快啊？那我们怎么正式赛都一直挣扎？一定是你前面都是放恰雷姆的问题。肯定是恰雷姆的问题。这是比较严啊，怪怪的。这没有平手啊。这是繁星营啊。我都要打到三场满啊，心脏很痛欸。啊、好嘞。不是轻松游戏啊。他先打死我他才死啊，所以是他赢啊。欸，他好像都很少甩到悟空招欸。啊，不是那个特工招。特工招。他怎么都打你都是悟空啊。对啊，就打都是悟空招，就是超痒。我们现在才第三场，我们现在才第三场，这波才第三场，还没比完。砰砰砰！哦，这一代特工招很少，哦，好像是，这一代好像都是物攻手。挥挥时间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硬了，硬了，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，硬了，硬了，硬了，这就对了。树叶，回起来，回起来。啊，不对，怎么了？安诺，完蛋了。怎么了？找了两次，少了两次。哦，这超痛耶！又要清除经验了，是不是？不要，还是你要自己再黑雾一下？不是，我要瞎了你！哦，亮了亮了！刚该是这样子才赢你的，确实，我也感觉一定是。快来个替身吧！不要再替身了吧！替身救救我！先不要替身啦！哦，开踢！哇，我脚好痛！我怎么觉得我脚好痛？踢到铁板！哎、欸，你又来了！哎、欸，可是没有效果。我的这个不知道，就很眼哎、欸，怪怪的哎、欸。嗯。还是我一起，是我一起，那我是隔的，路边抓的，嗯，完全还没看他到底是怎样。刚杰哥说，可以太精华，我才看，哦，原来是格斗的。有了啦！哇！还可以。哦，你干嘛？我神秘守护也要干嘛？回。等一下，神秘守护，我会陷入异常状态。然后不救啊，还可以哦。哎呦，来个抓羊抓羊啦！抓羊时间，剩饭本来就很轻。哎、欸，不要！啪！开店。哦，还好你换过胎金哎。可是我会那个，对啊。不是，因为你现在是格斗，因为你刚没有換。可是原本的加成还是会有啊。真的吗？不会啊。会啊！他们说还是会有啊，只是你如果是那个属性的胎金会两倍，啊，原本的 1.5 还是会有。没有哎、欸，你就是变成格斗哎、欸，谁讲的？是吗？谁说的？我看很多都这样讲哎、欸，打格斗打那打对战的、啊。哦，那我对不起。哦，而且我还少了三次，还少了三次，我的太好了。你知道？不要再放墙了、欸。不是，啊，想要特工招是不是啊？给你一个光墙。
你知道我刚刚这一只选这一只吗？我原本是恶作剧之心，嗯，我今天下午改成那个顺手牵羊。嗯，我把麻衣的那个吃剩的食物偷过来，哦，他没得吃了，好狠哦！然后就第二场我被他打爆，我说对不起啦，我不该抢你东西吃的啦，好热哦。然后第三场我们就是两个血都已经挣得过半了，因为他到那个无理取闹，我是第二回合才能使用灰子，第一回合不行。嗯，对，然后就是我终于到最后抽到定身法，就开始彼此挣扎了。我打爆了，我稀烂了，妖精系就是我的天敌。真的，妖精就是你的天敌耶！天哪，妖精就是我的天敌。不管游戏内游戏外都是耶。对啊，我的天哪，直接被妖精系打烂了耶！最后还是，直接被妖精系的招打烂。我还要太进化，你看太进就赢了，完了啊！好，我去惨了，输了，走。哦，他来了，啊，抱歉，我们都打到 PB 没有，不好意思，我们都猪屎打太久了，好嘞，打好久了，很难打，他那宝可梦很烦，我觉得宝可梦很肥，大家的都好烦哦，超肥。那我要换的，我要换道具。每一个上来都是在哀嚎的上来的。好硬哦，好肥哦，好难跑，难跑。我好笑，不知道后面等下听到上来说，哈，我屌打对面，好爽。对面爆了两次。那我们这一把有人有意外吗？有意外，意外死亡的吗？有意外死亡？没有，自爆啊，没有，就是临别礼物啊，或者是自爆类的招式。没有，可惜了。啊，那大家一样看一下直播，确认一下分数有没有错误。好，都 OK 哦。嗯 ，OK。有讲到就继续喽。目前已经有四，等一下哦，然后一。二三，啊，所以等一下还是会有一个三天王出来了，三天王对，三天王出来了，三天王出来了，很快，好不一样哎，好，这跟我想的有点不太一样，啊哦，来啊，啊哦，接下来对局，请看上面，好，那一样是找到对手，然后跟他对战，完了，好，玩，刘羽毛，刘羽毛像主办方。哎呀，都是他的人怎么玩？好夹子，我们去鬼系。好，一个你选。那我们去地面，我们去地面。你去哪里？我跟着就好。我想说给你选，给我选试试。那岩石好了。嗯，好，那我去火。哎，我刚刚是跟谁啊？我没看到马一哥。对啊，跟你。安妮吗？好像有人走错了。我跟鬼鬼。鬼鬼，我们去哪？我跟你啊。是啊。对啊。我刚刚没看到他那个数字。没事哦，你去吵吧。剩下吵了。好喂，我连个网路。好。连了，有我好了。
好坏哦，带了三只。没有啦，我在抓色尾啦。骆驼不是色尾啊，刚刚用朵力菇在抓。好狠。这么把握时间抓色尾。我们刚上一场啊，就想说再讲自我介绍，在那边抓。好啊，就抓到啊，抓到了，这么好遇到。美食家，哇，白毛哎。哇哇啊！这是谁的招式啊？攻击降低了，好像是那个啊，吉翠的冤冤相报啊！不管了，先太近了。妖精，好有金刚芭比的感觉哦！对不对？刚小雨就是这样子，超适合他。哦，你特别挑的哦，还是野外抓的？啊、特别挑的，野外不会有钢。拜托了。哇，踩了一下，哈，这么狠，对吧？有没想过一直弄不到接触招的话，套不到东西？但是你接触到我的话，也会拿到。对对。白雾，没什么用哎。有啊，他不是加那个吗？回避啊！哦，你刚欸，完蛋，出事，真的出事欸，拜托，毒翼，怎么都奇怪招式？欸，这是回血的吗？回血吧，对吧、啊？啊、嗯，好欸，欸，不对耶，哦，Oh my god， 地面，好痛啊！你要换道具吗？还是要？出事啊！应该是要哦。应该是要哦。应该是要哦。好，等你，等你。好。你要不带也可以，你要带也可以。现在就是猜拳的环节。我猜一下。我遮一下画面哈。OK， 我好了。嗯，等你。
该自爆了吧？哇，该自爆了吧？哎，这好像什么妖精爆发哦！我自己甩到两次过，在私下的时候，太精爆发吗？不不，妖精的自爆实际呢？妖精有自爆招啊？对，特门鞭。哇哦！你怎么没太金？我不敢太金啦！哎呦，怎么都弄出那么大力招式的？拜托拜托！哦，完了，中毒拜托！哇，小招而已。哇，你这太会攻击了吧！天哪，怎么刚跟小雨打的时候不一样啊？你看我刚才都是对的招哎、欸！我刚加了自己三个状态，又用了一个黑把自己状态清掉。拜托拜托！哇，还好。糟糕！不要再打了，冷静。加特防也不错哎、欸。对啊。哇，妖精要打不是很容易耶。对，还好哎，不然，哎、欸，你要去哪里？我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不要，不要，留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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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接离开。防特工不太妙，你这是练什么？防血量跟什么？双防啊！完了完了，有没有烧、啊？要出事了，有没有烧一下、啊？这种是偏心哎、欸，刚跟小雨打，我们都打到 PP 没有，打到第三场，太热血了吧！拜托拜托。都是奇怪的招哦，要害，要不要自爆一下呢？差不多了吧？第三场，第三场啊！哇，这都是攻击招！天啊，谢谢鬼鬼！哇，谢谢，太强了！交给你去回报了。好。走吧，走吧。OK， 我去大厅。不是哦，谁都会知道跟小雨打都放水放那么严重。嗯，鬼鬼不见了。而且什么叫做刚刚？我今天的繁星这么狠？不是，就是要演一下，你知道，怕有人来偷看侦查敌情。其实。我就已经想到顺手牵羊很久了，然后是刚好昨天在观台的时候，那个无名就跟我讲说，其实顺手牵羊也不错。我想说，被说出来了，不会吧？啊，就是昨天凌霄有在观台的时候打出顺手牵羊，好像也不错。我想说，怎么可以讲出来？我们去看其他人台，去看安妮的台。操你妈！你是不是在骗我啊？集中要害！哎呀，哎、欸，蚂蚁，对不起，我的天哪、啊，我没有游戏体验了。等下，安妮是赢了吗？对，哇！因为安妮笑得好开心哦、喔！快了，在妮妮，你这只会欺负女孩子、欸，怎么回事？刚刚打那两个男生的时候，你又不这样。妮妮，啊！哇！你妈妈丢脸嘞！天哪！我锁定你了。
你锁定对方没有用啊！你怎么？守不住了，守不住了！这个小宝贝，这个没有问题，他只会欺负女生，真的是。要开逆鳞就没办法了，我一直逆鳞到底。知道被放生了，害怕，开始努力了吗？快了，开始努力了吗？努力。我没有想过会打到最后哎、欸，我想说至少不要输就好。天啊，压力其实很大哎、欸。各位，我刚刚送给我的敌人一个订阅，他被我说服投降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不信，直接原地投降。我刚刚真的送他订阅，好生气啊！还有这种好黑贿赂的哦！我刚刚真的送他订阅，四天王又买的吗？不用钱啊！哇！刚刚悠悠唱灭亡之歌，我第一场直接唱灭亡之歌，我靠！我是被转死了，好难过，团团，我真的好上瘾了，团团。哇！L 是L 是输对不对？对，哎、欸，重点是第一场我打他打超痛，然后下一回合他直接自我再生，我就想说，哎，我好不容易甩出来会痛的东西。他说：“黑羽用钱解决问题，资本主义是不是？资本主义。”他们说是贿赂、欸、明明就是黑羽自己的本事，说什么呢？哇，好好笑！我刚刚真的有送他订阅，好开心哦！啊，怎么？太有趣了，太有趣了！因为刚刚他说希望黑羽可以来个零级的礼物，我就说礼物礼物，然后我就一直说礼物礼物，然后后来就送他了一个。但是我有赢了，我没有真的那个。我以为是真的，你别理我。他是真的很是的，你还不相信？笑死！嗯，笑死。那团团，你那个吃满皇冠了没？还是没有？啊，吃完了，吃完了。刚刚第二场我就跑去补吃了。笑死！我刚跟小雨打的时候就边聊说：“哦，没关系啊，反正刚刚也是团团哦，我就教他怎么用的啊。欸”有没有那冰柜阵？有没有？对啊，然后我还迷路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超好笑。我找不到那个 NPC， 没办法喂他吃银冠，超霸气。给阿喵，嘿、hey, ，你要不要遇过百变怪？我有啊，我有。几 V？ 5V 吧，好像。6V 的要不要？快点，趁他们没来，快点，我们去交易。然后，反而还问茄子要不要？茄子有在生蛋吗？
没，好像只有我在生。哦，宝可梦。我有生过啊，我只有生老鼠的蛋、欸、我只有想要养老鼠、欸、哦，这就是我来参加比赛的理由。你是为了要拿一家鼠是不是？我就是来拿老鼠，原来是拿老鼠的部分。啊，如果没有这个老鼠，我可能就啊，我可能今天是在外面吃饭。阿喵有命，行。我的宝可梦是偏少，没事，被传什么给？给我垃圾没关系。那我只好给你小火龙。那、啊、没事没事，我这边最多小火龙。哎，我300没清啊，没关系，要多少有多少。那么多小火龙，你不是那时候开台边逛边敷吗？对啊，我黑盆啊，敷了。敷了被子，啊，不用怕，这是人工手抓的，这个不是改手，不用怕。谢谢你。这阿喵不要、啊，你帮我拿给他好了，你再帮我换，好，换点给他。就是我们这游戏要不要改名字啊？嗯，怎么要改挣扎大赛啊？你现在也在挣扎是不是？你刚才也在挣扎，是你那只的问题好不好？土运大赛啊、欸！我挣扎两局把自己挣扎死、欸，哎，不是我的问题吧？不是，你那只太肉了。不是哎、欸，我对面的一直躺赢哎、欸，一直睡，一直吃，一直睡，一直吃哎、欸，然后就赢了。好狠呢、欸！哎、欸，你打两场、哦，然后打这么久，好好笑哎、欸！我就是挣扎把自己打死哦。我打他的时候，我的 PP 还有四下，好的哦。他一直偷懒，然后一直吃，又偷懒一直吃、欸，折磨，好折磨人哦。怪怪的哎、欸，怪怪的，怪怪的。改大赛名称了啊，挣扎大赛。好像要被大家讨厌哎。那只真狠，很狠，超狠的。很无助哎、欸，你那开场没有办法打死，后面就只能一直挣扎，一直挣扎，一直挣扎。好像蛮难把他打死的。我遇到一只善良的猩猩，他看起来很，啊、不打架，我猩猩不打人的，躺着而已。对啊。啊，那我看一下哦，泽木，你那是 R3 吧？R3。等一下、哦、我发现啊，假如有吃剩饭，然后如果你有定身法，对方真的只能死哎、欸，这没辙啊，真的是除非对方自己自爆，对啊，吐出头盔会更快，哇，这太残忍，这太残忍了吧？然后杰克，哎、欸，是如果唱灭亡之歌的话，是唱的人输还是对方输啊？就是如果打完的话，嗯，速度快的会先倒，对。哦，所以是看哪一个先出现文字的人，哦，先出现的输吗？他会写出谁胜利啊？哦，就是他系统会判断，就看系统那个是不是？我刚刚是有点想看啊，但团团有点会转啊。我直接三连击，三连击打死你！三连击把我转死，可恶！再见了，三连击。他很狠，你要直接唱《灭亡之歌》，我吓死你！哇，你们的游戏瞬间剩下三回合，对、啊，三回合没分出胜负就完蛋了。好刺激哦！真的哎，好刺激哦！但我就突然就被转死了，好难过。重点是他明明撞混乱，然后还打我。那个混乱有跟没有一样。好的，那我开一下直播。Merry， 好哦，大家都结束了是不是？对，嗯，好的。那确认一下吧，分数有没有正常，有没有正确？第四轮瑞士制要开始啦，没有错啦，没错。
啊，都正确哦。嗯，娘，是是是，蚂蚁，对不起。啊，有一，我没办法，那个运气太好了，我没办法。那么目前我们的冠亚军呢是小温跟繁星，就看待会，哎呦，就看待会谁是冠军啦。嗯，然后还有蚂蚁加油，还有机会的，还有机会。不是啊，我没有机会，不是、啊、我上一场遇到同一个对手连续两次逆鳞，我真的没办法了。太狠了，太狠了，太狠了！这对手太狠了吧？那、我真的没办法，那个运气太好了。好了，已经排出来了。茄子，茄子太完了，我们要打架了吗？茄子，看一下我。然后我是对十二，我对团团、好狠的、幽灵集合，我要去地面，地面。好，宝贝，我们去哪？小雨，你决定。大家加油啦！我们就挑剩下那个吧。我们去冰的好了。回归大道，我们要去哪？有点冷啊。结盟，你选一个好冷哦。我选一个，没想到最后居然是个老婆。选，原始的，原始好，原。繁星选一个吧。哎、欸，我刚刚是对谁啊？我刚刚没看懂他的对。Hello， 你好。点了啊？什么东西？经典的啊？还没，等一下啊、好，我看东西啊，等我一下，我每次都要重连一下网络。房间号码，我连了，好了吗？我好了。OK。没收到，我在延迟了。我也没收到、480吗？你怎么讲出来？哦，对不起，我打错了。没事。啊，还好你有讲出来，不然我连错了，不好意思。看来我累了，辛苦了。没有，真的没有想到会打这么打到冠亚啦。难打，不规则。哎、欸！太狠了吧！机会还没扫兴。
投降喽！有人在玩食物啊！哦，地图啊！别人的催眠术都当好重啊！我知道。终于可以躺着吃了。烂东西，哎呀！要给我两次了，哎呀，不回合，撑住啊！撑到对面自爆就赢了。哎、欸，我灰子还有九次哎、欸，赢几次？哇！鬼戏，天哪！排斥！哦，这刀，哦、这刀，这刀就是没命中会减半呐、啊，对吧、啊？会扣一半的血。哦、天哪，我 PP 还有九哎、欸！太狠了，快龙！继续吗？我可以啊。OK。
么？好。哎，认真，不要啊！哦，要害痛。太扯了，哦、好，太扯了，对不起，扯了，怎么会复古啊？怎么两场都单方面碾压、啊？繁星，谢谢啦。不会不会。不会啦，怎么体验到小雨的感受？哎、欸，小雨有打到第三场哎、欸，我是第一场都没有办法动哎、欸。再想一下、欸，什么叫小雨的感受？我的灰子还有9个，我就死了哎、欸。而且那时候小雨不是跟他打，小雨输过，所以不可能跟他打，他是跟另外一个打啦。请假王，他跟请假王打，不是他啦。对啊，小雨那只就血厚啊，防高啊。你的手把来了，恭喜！哎、欸，竟然是挂机的吗？不不啦，竟然是特防特工的吗？抱歉，我完蛋了。恩怨，那我帮这个。看骷髅教主也被你骗，不是啊？通常谁会练特工的啊？对不对？通常。
我知道啊，啊怎么他还打到我？哎呦，这一局大家打比较慢哦。别说了，我刚刚好快就结束了。原来如此。对，还差不到四分钟吧，我就上来了。哇，那你是很快。哎，我第一场，我的挥子还有九次，他应该也快挥完了，我根本动不了，我不能动。我被吊起来打，哇，真是被吊起来打，好惨啊！我的天啊！啊，可是其实全输好像比较好，嗯、全输比较好。男性实况组为什么会这样？啊，老观众，你们知道我胜负欲很强啊，好气哦！我昨天在那个不要放肆，啊！杰云刚说啥没听到啊？我没听到你讲。你说繁星吗？还是什么？没有，啊、你刚刚不是讲到一半我就跳上来了？我都回到上面了呀、啊。哦。好狠呐、啊！小温是冠军，没错。哎、欸，很狠呢、欸。怎么了？没有游戏体验呢、欸。你怎么了？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你知道第一场他第一场就挑衅我了，我动不了。然后我死之前还看到我的挥子还有九次，你应该剩三次还两次了吧？对，差不多。好扯哦，九次。我好不容易挥到第一指的时候，他用那个催眠术把我睡着，睡三次。不让你动哎、欸。对啊，小文运气太好了吧？然后第二场他复古再加一个物理招把我送走。好狠！我刚才也是有复古到说完了扣那么多血，然后飞膝踢烂对方啊！我就是因为他太金幽灵，我飞膝踢到空气，踢空，好死，好笑。因为我刚刚是跟杰克那边打，我十次挥子里面有五次全部都是什么场地招，不然叠 buff， 整个就不知道在干嘛。然后他让我看到那个太阳雨、欸，对啊，先大太阳再下雨，到底在干嘛？没事，我的气势哦是综艺咖，他是综艺咖。
没有，你知道今天很多很多综艺咖的气势吗？我们气势哦，跟人家搏命嘞，受不了哎。好好笑、哦，所以时间抓的差不多哎、欸，他、啊、打完然后顶个奖差不多。嗯，要是刚刚那个 Annie 他打完以后，他想要放生他的快龙，因为他一直在害他。什么？然后我就领养走了，我刚刚直接跟他交换。真的假的？不好意思，那个快龙怎么不给我？但那个快龙很香哎、欸。他害我超丢脸，他只会欺负女孩子、欸、我刚刚把他放在放生间，黑羽就进来说不要不要，领养代替放生，给我不会啊，我觉得那只小宝贝很香啊，没事，我甘愿。哎、欸，你那只是我的三只过哎、欸，我大概算了一下，这只快龙大概70万左右，全部的那个都练努力值什么的造价，只是然后他还有他吃剩东西还送我，吃剩东西。哇，打包送给你啊，小宝贝，拜拜，他跟臭男生了。他好像比较喜欢男生。黑羽是 R4 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哦，对不起，好，没事，确认一下。我赚欸，我赚，对，赚，对吧？真的欸，好赚哦，太好笑了。不行，领养代替放生，我领养走。OK， 剩下两组，稍微、剩下一组。我以为要死了，结果我刚刚打到一半才发现，我之前还有看 Annie 的攻略。有啊，有啊，我也有，我也有。大家应该都基本上看过。Annie 做很多就是宝可梦珠子的攻略。没错，我进化都找你那边的。那个抓闪光的攻略。那可能运气都用在刷伞上了，回头烂东西。那是蛮好的。我都不说，我比赛前30分钟抓到一只色尾，一定是我错了。哇，好扯、啊！我刚刚第二场比赛前，我的对手在抓色尾。啊，等一下，我先抓色尾，好，他都不进来啊，难怪打最久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又遇到一只色尾，等我一下，对不起。我没有夸张，来，荧幕分享，我可以稍微统计一下大家拿什么吗？拿什么宝可梦出来吗？哦，好啊，好啊，聊天室啊，就那个大家一般聊天室，废物聊天室。哎，等一下哦，有跟我对过，我先。林克，你一定不知道我用什么，我用气势吼。对，我觉得不知道、哦。钛金还是岩石的？哎、欸，钢系的嘛。钢系的，没错。哇，你好厉害，你猜对了。哇哦。感谢。送你去流浪了，啊、再见。你有没有带西的东西也讲一下、啊？你要送聊天室去流浪吗？没错。好。一宿打错是吧？那打在一般聊天室吗？打在一般吗？好，帮我打在一般，谢谢。阿西带东西要讲吗？不用，我就只是想要看大家都拿什么东西出来而已。特性不用哈，不用，这很重要哎。我写杠中意，能看得出来吧？我不知道哎、那你猜我长毛巨魔是什么？中意哦，长毛巨魔，我知道。恶作错错，察觉没有啦？错错，不知道。顺手拿顺手牵羊不带道具。我、哦、说拉别人的，那可恶、欸！哎呀，哎、欸，还好我没对到你，不然我树果就被拉走了、欸。我第一场就对到他，他就偷走了，我吓一跳、欸！哎、欸，可是还好我的你偷不走。你的小公主把我打烂呢、欸。对，我发现小雨、哦，我发现小雨偷不走之后，我就去拿苹果快吃。没错，我的开场就把它花掉了，你偷不走。哎，好气。快龙其实蛮多的，对啊，快龙还有那个啊，铁臂膀啊，对吧、啊？铁臂膀，铁臂膀是本身种族值够高，嗯，可是你是有用啊，你一直甩不到招，你还是气势猴，哎、欸，气势猴三个，气势猴三个、欸，没有，我不是气势猴，
他是聊天室，你是外表披着细手的聊天室。而且我们下一个再闲聊，啊，没关系，我至少让杰克吃不到果子，很开心。破格，我是破格，哎、欸，不想吃，不想吃，哇，破格，好狠哦。然后结果他就换吃剩的食物了。我说第二场我要申请换东西，不许，不给换，不给换，不给换。哎，所以是可以拒绝的。我破格没有啦，没有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可以换啦。可以换，我想说这么狠，不给换，破格他的允许。我算完请假完搞到我自己，我想上厕所。他打超级久，因为请假完一次都他妈超久，要休息啊，他要休息一会。他累了，是不是？我打到大厅，马上到下一场。对啊，我都最后一个打完的。绿毛龙打不过一只一直在睡觉的家伙，我养的是我也没打过。我养他干嘛？绿毛龙，我都活活把自己打死。好笑。那我再等我一下哦，不好意思。没事。有啊，羽毛有打穿啊。我唯一他的聊天室打穿你了，他聊天室打赢了。哇！我聊天室要请假的。他说流放在聊天室，是不是？我今天自爆两次，哎，真的很扯。哇，你蛮狠的，哎，一直爆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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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爽，真狠。我上一下厕所。好好啊。所以等一下是颁奖典礼嘛？对。颁奖典礼。也可以简单的讲一下，然后我们可以试一下换。好啦，那最后的结果我们可以看直播的画面。耶、嗯。Yeah. 这还不是最后的结果，反正就是分先看一下分数。嗯。是有没有正确？嗯。我努力了。我努力了。有啦，啊，至少大家都破蛋了，好不好？有，我努力了，我努力了，最后一名，谢谢。没有，应该还是有最后一名，但是没有那个零。让我的聊天室最后一名好了啦。你是和善聊天室，也不要这样。等我一下哦。好。哦，你是长毛巨魔？我不是长毛巨魔，我是奥利瓦啦。里面最不一样的啦，狠狠的奥利瓦，奥利瓦、欸，太酷了，奥利瓦、欸，搞人啊！那我就直接先把分数排出来喽。好的，好，没问题。名次，哇，好没啦。你应该看得到全部了吧？有，有的，有看到的。然后假如相同积分的话呢，相同积分会看你遇到的对手的胜败差，对对对，你的对手的强度，而去会改变你的同分的阶级。嗯，对。然后第一名的话呢，哎，来来，没错。然后第一名的话呢是小温，耶，小温。好，那第二名的话是繁星，耶、yeah~ yeah~ ！第三名的话是哲蒙，耶、yeah~ yeah~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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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第四名主办大会，耶、yeah~ yeah~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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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作弊作弊，验票验票！你是不是第一次比赛这么前面啊？真的耶，好像看不到后面的吗？如果是宝可梦伺服器里面的话，没有。好，那如果。就是那种幸运的话，好像是幸运的，好像是啦，好像是。然后第五名的话是吐司喵，那接下来就是小雨、黑鱼，然后草夹子跟熊抱团团。耶、yeah~ ！好，那接下来的话呢？哎、欸，这一次没有人零分，太棒了！耶、yeah~ yeah~ ！恭喜大家，恭喜大家！好，接下来的话是羽毛，然后游离子、鬼鬼，然后胖丁，然后蚂蚁。耶、yeah~ yeah~ ！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。那待会前五名，哎、欸，前五名不包含我，不包含我自己，小雨你也来。太多老鼠了，不会成功，好哎、欸，哭了吧，好哎、欸，我太多老鼠了，然后等一下来跟我领六 B 的一家属，
然后其他人的话，其他人的话就可以跟我领五一，然后捡特工的一家属，然后是爽朗的。嗯，然后蚂蚁我会多携带一个东西给你，要三位奖。好啦，那么也十点了，也非常感谢大家本次的参与，非常感谢。Yeah~、忙单，忙单通，辛苦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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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辛苦啦。好啦，咻咻咻，就你们要继续开台，可以继续开台。然后等一下，看你们，我等一下会在底下的休息室，然后有要交换可以直接交换。好的，好的，然后。OK， 哎，感谢大家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啦，辛苦了。哎呀，今天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这两只骆驼母。哎，给你们看，今天下午在这边想说起来了嘛，就不想躺回去了，然后抓到了这只。这只。有什么特别的呢？它是大个子徽章，超扯的哎！设为大个子哎，要不要给我拿弥布利姆啊？太迟了，大叔很大吗？好，等一下给你拿。我等一下还要安慰你们家姐姐。刚点开有听到他说，他其实胜负欲很重。有看得出很大吗？看得出大的部分吗？我是看不出来啦。他心态崩了，我知道，所以，哎，怎么办？我怕他怎样？因为当时，当时他参加游戏，其实欲望一半一半。啊，不是，靠腰。改形态野餐看得出来，我知道啊。等一下哦，然后没有啦，因为他那时候其实有邀约，然后他又很怕跟人交流嘛。然后其实当时参加这个，感谢降落啊，谢谢熊猫团团，哎，真的是很狠哎、欸。今天最大收获可能就是这两只设尾野餐。感谢辛苦的熊猫团团，哪只是大的嘞？看得出来吗？集合！哎，这只好像有点大哎、欸。有没有，最右边其实是大的，然后这应该是普通吧。感谢降落。啊，我们还是要一时一时打一下啊，看一下哦 ，SSHO， 然后哎，优质频道熊猫团团的频道啊，各位记得去，各位记得去订阅一下他啊，他做频道很努力啊，影片也剪得很棒啊。然后去看一下，你看一下这两只在死如何。想说昨天
想刷大大力，结果说成吃小小力。结果昨天想，我好像大大力变得更小了，不知道什么，辛苦啦，什么鬼东西，辛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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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望月，你跟姐姐说我在隔壁等她。你说小小不能怪我，我知道，怪我嘴巴，我累了，好不好？王月跟姐姐说我在隔壁等他。哎，不是要跟你讲话。来，刚刚我的自尊。这个，你多大？小很多，还好。我想要一只迷你的，可是不是骆驼母了，骆驼母太小了。等啥、啊？因为我要给他东西啊！我也要给他东西。是香料最后主播要吗？好啊好啊。骆驼母吗？当然不是骆驼母，他会更喜欢的东西。今天也是下午在刷的。我学习用连线，好啊。爸爸爸爸不是可，哎，我来了。主播有空光遇一下吗？可以晚一点吗？我等一下要送完你礼物。哎、欸，满了没关系啦，如果我真的太慢的话。Hello 啊 ，Hello 啊，你等我一下，啊、我准备礼物给你。要安慰奖吗？不是安慰奖，跟你讲，今天不管你第一还是最后，还是倒数第二，在我心中你永远是最棒的，好吗？我打什么？你还好吗？我不好，我很不好。因为我刚点开你的台，看到你有点不好了。我超不好，天哪，气死我了！你等我一下，好不好？你等我一下。你把香料，香料。对，我可以。要打太监团战吗？对啊，你骷髅等下开一开一。哎、欸，我刚才最后才看到那个小温，他也是快龙哎、啊，到底哎、欸，所以不是快龙的问题啊，是我那一只的问题。你要是我一打开就知道，你怎么可以欺负人家小女生？我说哇，刚打妹子是不是？真的耶，超夸张的，不要他，小坏蛋。嗯，不可以，那只有一穿三我的哎、欸。对啊，他为什么啊？他真的是看人打，然后欺负我。哎、欸，骷髅，你再开一次好不好？求你了，骷髅。哦，等一下啊，白痴，我等一下给你的东西，你真的会非常喜欢，哦、你相信。不喜欢的话，我也真的没办法了。我真的很用心在准备这个东西，有没有很开心？没有，好，对不起。好啦，你以后我们不要参加这个，不要。因为其实我也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我刚玩到，你都赢耶！我表现，哎、欸，我真的。每次都侥幸耶，我都是拼到最后才。你跟小雨打过，你就知道多痛苦。我看他带大手手是不是？对，他加双防，他有够硬。我挣扎打他，大概扣了32/1的血量吧。32/1，这真的只是扣一个奈米一个像素的伤害而已。我扣了1/4的血量，换他那么一点点的血量。
我就说，哎、欸，太扯了吧，你在干嘛？收了收。哎，那请问送你的礼物有要去命名吗？嗯嗯，是什么？你有没有看到我下午不是传给你看？我跟你讲说，哎、欸，我才发现，啊，那个被风刮到的那个胖丁撞到人的话是会飞起来。嗯，对啊。好啦，来啦，老密码给你。老密码，老密码。好，等我一下。我本来想说啊，不然你那只泰隆跟我换。直接放生。对、欸，不行。啊。来吧，哎、欸，我开始前，他们还跟我说叫我喂膏药，我就喂下去了。哦，有膏药、哦。对啊，他本来是没有的。其实还好，因为有些小招打下去，你的多重鳞片就没有了。来，老密码。嗯。库鲁，你等一下。哎、欸，以后我看到我这边订阅没了，你那边订阅没了。什么？就是我们两个是同时订阅会没有的、啊，我在你那边会没有订阅，你在我这边也会没有订阅。啊？怎么订阅？啊？你说Twitch？ 对啊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这个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的小火龙货币没了吗？怎么可能？你不是还有半箱吗？你还没跟望月换不是吗？哎、欸，奇怪了。嗯？怎样？不是色尾是不是？它是什么？它是大大的气球吗？还是小小的气球？比那两个更稀有。该不会是中中的气球？丽塔妈妈安安，好了，可以去看了。让我看看。哇，这一页都，我去拍卖了吗？拍卖什么？命中注定，我都知道。欸、很难刷哎、欸，而且我一开始好像只挑母的刷，就把那边的宝宝丁跟胖丁母的全都抓回家，但发现说，啊，万一这只公的是命中注定怎么办？好了好了，都抓了、哦，这只是母的，嗯、哦，对，还好是母的。命中注定的胖丁哎、欸，天哪！对啊，你丢出去，他还想说命中注定啊？啊可惜啊！你是说、嗯、你说战斗的时候是不是？对啊，对战或是开金的时候。好了，不如我们好了，等一下让我跟安妮进去一下哈。拜拜。你进普通战斗不会有，要进那种对战啊，或是那个哦，对对对，你是不是想继续普通对战？对，嗯，好，不行哦，我们先去太金，你等一下去太金对战丢出来试试看，啊，不然等一下你用你那只跟我对打一下就好了，要不要？可以刷月亮卡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现在对对战有阴影。你现在连灰子都不想玩了，我什么都不想玩，我要去刷闪了，可恶！所以我就今天就不喜欢、啊，今天一定30分钟十闪好吗？肯定的吧。今天番茄要刷那个大大的企鹅，你要不要？我刚刚讲啊，我以为他是在刷闪呢、欸，他是在刷大大哦、喔。对，他在刷企鹅大大。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既然要刷气了，你不刷个大大吗？”哎、欸，48WY97，来吧。大马糖，
我贴给你，我贴给你。打好了，打好了。哇、哦，你怎么那么快？换一下宝可梦。你怎么哦？你就用它。对，就用它。命中注定的胖丁。我其实自己有刷一个啦，我第二个刷比较久，有一个自己用。哎，就可惜干果，你这是要用特攻打哦，所以你看有没有？我不知道，我用什么打？特攻会比较好。假哭啊，那种会比较好。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啊，你就帮忙拍手就好。好吧。嗯。没事没事，你进去帮他拍手，帮他加油，其他交给我。吴雨燕，你挑衅哦，我没有挑。只要拍手吗？嗯，你帮忙加油就好了。好，加攻击加血量。浩大金现在是不是香料洞来的？对，浩大金、水衣布、奇奇林，然后狮吼霸、幸福蛋跟败落球布。啊，你怎么倒了？布鲁，你怎么跌倒了？哇，战斗效果绝佳啊！怎么刚刚没效果绝佳，现在效果绝佳？很巧，加个防御好了。不冤要挑衅了哦！卡莲欧好小一只哦。这古代胖丁名字很特别，哎，他超强的，你不要小看他呢。有看过两个尾巴的胖丁吗？你看，其实他现在是背对着吃猴吧？啊？啊哈？什么？怎么了吗？背对着。他现在其实是背对吃猴吧？他已经是闭起来，后面是他的就是欺骗敌人的伪装。我大自然那边总要有个欺负敌人和欺骗敌人的伪装。有没有香？还没有看到，等一下。我昨天在推特上看到有一个外国人，他是什么啊？是水衣布啊，还是谁？然后整夜都是香料，就是他还没有拉到下面，然后他们就在下面吵架，到底是不是改动？嗯，我有看到啊，就是。就是那个图嘛，然后就左边整页全都是香料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个我只有看过类似的，那个就不敢讲太白啊，因为怎样的欧气才会有，对啊，对他们就说，好像是说有人就在吵说最多是六格还是什么，然后那个人就说不，最多是15格，所以你足够欧的话，你可以凑到15个香料。
他两个人在吵架，我觉得很蛮好笑。是我这边就在那边测试，测试就是就打这刚刚提到这几只嘛，对不对？嗯，我们就会开始吃那个香那个团战力啊，团战力，对对对对。然后那个人还有人问他说你有没有吃团战力二？他说没有，那更不可能了。啊，他是打败陆球菇，对对对，我看能不能再滑到那个再给你看。嗯，哎，笑死。我是觉得不可能啦，我也觉得啦，这怎么可能会那么多啊？怎么可能啊？那再要万杀，还是要关塔？对，我要去哭一哭，抱着我的枕头。哇！哎、欸，我真的输很惨呢、欸，刚才笑死，完全没有，完全没有在游戏体验，基本上都是第一个结束的。嗯、我、啊、有够衰的，天哪！哎，刚打冠军战的时候，我也是第一个死。哎、欸，知道我多扯吗？啊，你说最后第四轮的时候？对啊，打那个冠亚，打天是天王跟第一名的那个。嗯、哦。我的对手第一回合直接挑衅我。哦、我就挣扎了三回合，好不容易可以挥到手指的时候，他睡眠我。你最后一轮是跟谁打？小温？小温吗？就是最后反而可以不战而胜的那一位。然后就是我死前看到我的挥子还有九次。哦，他应该已经挥到剩两次、三次。然后因为他的钛金是幽灵快龙。嗯，然后最后一次甩到的是飞膝踢，飞膝踢是伤害很高的格斗招，但是缺点是他如果没击到的话，会那个反噬，就是膝盖撞到地板会很痛，这样想就对了。哦，然后我就甩到飞膝踢，然后踢不到他，我死了。然后第二场是好像甩那个前面吧，就是彼此加 buff 还是什么，然后好像第三次他复古。后一半的血嘛，我就想说哦，机会来了。那再下一场，他踩到悟空招啊，我又没了。哎，没有体验。我刚才有一回合，有第二回第一轮吧，第二回合和鬼鬼打，然后我使出了哈欠，哈欠不是在下一轮吗？嗯。然后他就说：“哎呀，最后一次挥子了。”然后我说啊、哦，他说啊、哦、要睡觉了。然后我说哦对，然后结果他那一次挥子就把我踢死了，就果然是最后一次挥子，最后一次。哎，去哭一下。那你要关台了吗？对。没事。你还要继续开吧？没有吧，要关了。你都要去哭了，我开什么台啊？要去哭了。哎、欸，安妮会假哭没错啦，会假哭，降低你的防御。好吧，你去哭吧。小野猫，啊，他离开了。对了，蹦蹦那天吃火吧，你有团战力吗？哎、欸，啊，那天不是好了？有没有要跟我交易什么东西的？有谁是刚刚说什么关台后要来交易还是什么的？熊猫反观。我感觉我又会错过一只色尾，赶快把这附近的色尾赶快看一遍。哎，其实真的想不到小雨会带那个哎铁臂膀。没想说他应该会带吃剩的食物，应该不会傻傻带电池。他就真的带电池啊，完蛋了，呵呵，hold不到。
我要带道具。我要讲一下，因为好再讲一下哦、喔，就是昨天其实我开始用长毛巨魔之后啊，其实那时候看到顺手牵羊，所以我前面就一直在演，就演说啊，就是恶作剧之心嘛，就是主流还是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就想说啊，我一定要在关台前记得，就是要记得把长毛巨魔的特性换掉。然后昨天关台之后，然后 YT 那边就是那个提布利姆的嘛，就是无名，他就在关台的时候打了，哎、欸，你有考虑过顺手牵羊？我说我就很紧张的说，哇，我就没有打字啊，我就想说，可恶，被发现了吗？电池骗你，没错。啊，其实怎么讲，虽然这个游戏是靠赛啊，可是我刚其实也是很紧张。我只要玩玩家对玩家类的游戏啊，我都会有点都在心悸，然后有感受到吧。我应该在跟其他人讲话过程中，其实也都是不是说没什么讲话，就是会很紧张。他、啊、可能就是哎，就只会这样子而已了。只剩下讲 A 的能力了。香姐怎么了？你怎么可以叫他香姐嘞？叫人家香香妹妹，感受得出来，对吧、啊？其实，几号啊？13、14号的时候，那时候其实就是报名最后一天。然后我那时候就有问安妮说，所以你想参加吗？因为安妮也是很怕人跟人交际，因为我知道她很怕，就是她是社恐，其实我也是，但是两个社恐总要有一个人那个嘛，总要有一个人就是主动点，不然你看两个网友见面就会彼此低头不知道干嘛，就是说，你要吃东西吗？都可以啊。还要喝东西吗？都可以啊。这样子，总要有一个人先开口吧，才会有下一步啊。我想，他就说他都可以，只是人多他会怕。那我就想说，其实里面的人有四分之三我们都认识嘛。我想说，好啦，那就带他顺便认识大家之类的。那在过程中，他其实变得都是关着麦的。我想说他好像很紧张，怎么办？我要怎么缓和他？负负得正，对吧、啊？然后后面就是我这边结束，也是点开他的台子看嘛，然后看到他就指着那个快龙准备要放生的那个画面，我想说呀，怎么了？真的要放生吗？哎呀，辛苦他了啦，就是，怎么讲？怎么说？两个被动，一个变主动，没错。两个负电拜拜变正电拍拍，我觉得他真的是喜欢欺负女生啦。哎，搞不好他那个是叫什么争斗心，是不是？斗争心还是什么的？不是打异性的话会。打同性的话会特别凶，他是反的争斗心吗？嗨，你姐姐还好吗？我下午就是先刷完那个，感谢杰兰的订阅，他去哭了，他去哭了，哇，会不会打开斗争特工在哭？姐姐，你们在看台？把欧大成念一下，可能可以吧。毕竟能让他快乐的，除了我以外，就剩欧大了。今天我让他快乐不起来，那就只剩欧大了。
为什么可以让他快乐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对，打个喷嚏讲个话他就开心啊，也许是他笑点低吧。你还不懂吗，繁星？那、啊、你就很好笑啊。没啦。哎、欸，好，等一下、喔，望月来。望月，我讲到什么了？等一下，我刚说什么了？问号什么？问号屁呀、啊？怎么了？啊，你不是要给我东西？嗯，什么？还是你的嗯是指上一个话题？嗯，用安妮恩好一点，没有啦，就没事啦。也、欸、不是说没事，就是，他没事啦。好啦，我等一下去床上安慰他啦。哎、欸，安妮，还好吧？硬要白痴。啊，繁星你在冲他小，你回头，哎、欸、呀你过来啦，没事啦，这样子好，好了，啊怎么这边会有这只鸟？我想说怎么了？回头叫一下床上的安妮啊，怎么了？也难怪昨天那个会在那边整天该说。繁星跟安妮在一起哦，那件事情，然后他私下也跟我道歉很多啦，他说，造成我困扰，很抱歉什么之类。我说，没有啦，我是觉得还好，我只是气是气在他回收讯息，然后再來又是把，说什么哦，别听别人讲的啦，别的实况组说的啊，他是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生气，哎呀，按错了，懂吗？不负责任的言论，啊，回收讯息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，我是讨厌这种行为啦。他爱怎么讲随他讲啊，他也可能会讲出一句，反正你没有做出什么违背良心、对不起大家的事情，你也不用害怕我们到处讲啊。欸，不是欸，这种东西就是很恐怖啊。你在那边乱造谣，讲一大堆有的没的东西，你懂吗？今天有东西先听到。大家肯定会去听，对不对？常常都是东西先发生了，才会去有人去反驳这件事情。偷放玩偶，不要偷放玩偶在床上、欸。哎，你要顺便拿姐姐的吗？你亲自给她吧。我觉得这东西你亲自给她比较好，有道理吧？你不说我还真的你以为你们在交往，没有啦。你要好好来治愈。姐姐喜欢豪华球，但是我觉得粉红色比较适合她啊。我先拿豪华球好了，我先拿豪华球啦。我再问她说，你想要豪华球还是治愈球？豪华的治愈。你看这颜色真的看不出来，看昨天在草丛上，我真的觉得说我一定有错过一只两只的，都来，我要大师球的，嗯，啊，等一下开个那个光遇，番茄要给我东西，来，现在聊天室问一下，有谁？以为我跟安妮在一起的，好不好？开赌盘。哎、欸，我赌盘想开一个，说我要转账，我要转账，有没有？可是我怕转账过程中会有人跑来乱。你零？问号零对不对？还是有的嘛？大家知道我喜欢讲干话、啊，喜欢闹啊，对不对？那看到哪个 V 不撩一下？好像怪怪的，这不是繁星。哎、欸，不过我前阵子也不前阵子，我这阵子真的也是收敛很多了啦。直到遇到了安妮，本性外露啊！今天才知道算吗？算什么？知道我们在一起吗？
你不说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对吧、啊？哎、欸，如果真的在一起好不好？才不会这样子嘞，对不对？肯定胖丁的 ID 不叫小宝贝、小可爱了，直接叫老婆了，好。今天会对他比较特别比较好，也是因为你看哦，先撇除很多原因嘛，就是那时候也是嘛，就是说我去真的要开始讲了，我去 FB 工作之后嘛，然后那款第一次玩的游戏就是动物森友会，你们也知道，就是前面动森时间就开比较久，然后其实那时候就是看安妮影片嘛。就要怎么改？一些小知识。那再來就是魔物猎人。那之后就是那个真传阿尔宙斯啊，全都是看他的。我觉得说，就是说哇，好像不太好认识到人家。怎么有东西藏在这边？动他，对吧、啊？那再来就是觉得说啊，有恩于他还是什么，毕竟好像也没有他就不会有在 FB 可能会比较痛苦，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玩什么，然后也是有看到他就是那时候玩的是好像是刚好樱花季，然后再来就是他有做那个夏季的那个嘛攻略啊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就那时候好不容易快撑到夏季的夏季的时候就开始。FB 撑不下去了，改玩魔物猎人，那一样就是看魔物猎人的影片啊，还是什么？然后后面就是又看那个阿尔宙斯跟真传明珠，然后他说对，那时候也认识了那个番茄嘛，然后那时候有在那个实况上提到，我说就是有说。那时候好像有播出来吧，我说有看那个谁的影片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就讲说啊，不知道可不可以认识到然后番茄那时候就讲啊，你要认识哦 ，OK 啊，我说什么意思啊？就是那时候凑合玩游戏，就第一次是玩恐鬼阵啊，所以要谢谢番茄，我很谢谢他，只是他少恶心我一点，我也会谢谢他。你看，今天下午在那边请他吃三明治，然后他讲什么？谢谢繁星请我吃你的三明治。我说你再恶心我试试看啊！没有啊，是真的啊！谢谢你请我吃你的三明治啊！你弄的三明治给我吃我说你再继续恶心一点啊！还有我，你才白痴嘞！看那时候进来给我放什么豆芽什么豆芽菜的东西。他说：“你在干嘛？还好你没放进去你放进去，可能这个料理就毁了，对吧？总之，怎么说？对，好不容易认识到，就是可能那种偶像级啊，就像类似那时候鱼干好了，那时候会觉得说我是认识不到鱼干的感觉，然后好不容易认识到，就会比较珍惜。”导致会变成说，怎么总是有东西？导致会变成说，就是会有那种隔阂。人家可能把我已经当朋友了，但是我还是对他还是有那种偶像的那种隔阂感在。你懂吗？就比如安妮可能今天是真的把我当朋友，每次就会说，繁星繁星，什么什么都叫得很亲密，还是什么？但我不敢叫啊，因为我觉得说，哎呦喂啊，踩到死，我会很怕，啊，就有崇拜那种偶像的那个感觉在，因为我觉得说我没有资格这样子叫他宝贝，或是叫他什么，因为他有时候打魔物嘛，所以说，宝贝，你东西是不是忘记带，对不对？他有时候也叫那个魔物，就会说。
宝贝，你去哪？也是这样。他主要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是，最近比较少跟人玩游戏嘛，然后怕也是怕说到时候如果没有玩 Switch 游戏，没有玩什么游戏后，还会不会有交集？你懂吗？不是今天是因为 Switch， 然后才玩在一起的话，哎，飞翔，那对呢？如果哪天不是因为 Switch 的话，我们还有什么话？还有什么游戏可以玩？创造自己创造交集，所以我才会整天在撩他。你没看到我第一次开始撩他，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玩那个七弹呢、啊。我们除了那时候玩恐鬼之后，就没有任何交集的嘛。你会看到我之前其实玩那个恐鬼阵的时候，我对他其实也是特别的温柔吧。他、啊、是玩那个七弹的时候，因为怎么讲？因为七弹，我会觉得我很雷啦。我其实那时候不是很想跟他玩七弹，不是因为不想玩，因为我觉得我这种电竞团战类的游戏，我会觉得我想要变到更强，我才想跟他你玩。你懂吗？跟我之前斗阵特工一样，就是。今天要嘛我很强，我才想跟他们跟朋友们玩。但是矛盾的点就是，我玩斗阵特工又只想跟朋友玩。我那时候玩原氏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对面那边挑衅说什么你们的补好弱、哦、还是什么之类的，打这种话，然后就很生气。我的奶黄包终于出了，感谢繁星的爆来。那下次要跟安妮玩了吗？玩什么？玩什么东西？正在刷魅力啊，你在哪刷啊？欸，去那个啦，原模式外面刷比较快，或者是那个，或这里。啊，你有做影片吗？来，请那些少女心的小朋友们，小少女们来这边吃个妖精料理啊，不，吃个电料理好不好？电遭遇三，来这边，这边的布波跟布土波，还有电龙魅力羊。这围全都是粉色的哦，我这原模，了解你心情我也差不多，对吧？没有啦，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不是七弹有分三个阵营嘛，火系、水系跟那个桃系的。那时候是因为我们很久没有回去玩，突然回去玩之后变得很烂，我们不是连败嘛，然后我就很担心说安妮会不会很难过？那还好啦，是因为突然就觉得说七弹那个游戏好像输没有那么难过，主要是他也社恐啦，会害怕。等一下就是一只可怜的吉娃娃被丢在大马路上，就等着茉莉儿去把他带回家。总算16只6 V 迷你 Q 了，16只6 V 迷你 Q， 总共18只欸。啊，除了本系的幽灵跟那个吧，这是什么？你是谁？夜道火蜥哦。嗯。欸，这边吃草会不会有他？欸，吃草好像可以耶。哪个店？看一下，这个第二东西，这里。哎呦，好像可以刷你哦。他设为是头发是紫色的，好看的颜色，好像可以呢，好棒哦。对啊，根本看不到吧？那想说这是什么东西？小皮卡丘欸，波西交换，你别吃，我给你吃什么？你要给我什么？
真的假的？奶黄包你刷了几只？交换就对了。好啦，怎么这么凶？我认识的月雪好像就是这么凶的哎、欸！天啊！交换就对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是喜欢你这么霸道，摘东西给我，我就是最爱这种人，好不好？请不要问说，请问你要这个东西吗？不用，直接说分析，快点交易给你啊！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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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啊，次次你也是一样，好不好？今天送给主播或什么东西，不要问说有需要吗？什么之类的，直接灌下去，好不好？跟你讲，女人就最爱这种东西。对，人家塞给我东西的时候，钱呐、啊，好不好？不要乱塞东西，塞啊，塞钱塞礼物给我的时候啊，我就是个小少女。繁星刚刚说副播在哪里刷？等我一下哦，我等下弄给你看。早安，早安。你要不播的话，你可以吃格斗系啦。如果你要顺便刷魅力羊跟电龙的设位的话，可以吃电遭遇力。你等我一下哦，我们血种啊，月血种要给东西，不用客气的意思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本来那个，我真的是想说，那只胖丁是他今天参加这个活动的小礼物。哎、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，看到没有？就是这个这么漂亮的纸，大发声，半小时出了三只，哇！天哪、啊！哇天哪！你有没有带着爱心球过来？没有哎、欸，以后你给我东西请带着球过来好吗？好不好？我发现我那个仓库可能要收起来。我的那个，哎、欸，你顺便看一下那只猪，搞不好是命中注定的哦。搞不好是命中注定的猪哦，普通普通普通，相当好，没事没事，来进来，哇，好看，真的好看，没奖章好吧？那这个嘞，嗯，跟你讲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紫色的色系就是好看的色系，好不好？和睦相处。怕寂寞哎、欸，来了，给你温暖了。哎、欸，好啦，不是安妮，番茄我来了。好啦，翻你一下，拜拜拜拜拜拜。嗯，来来来来来来。我讲真的，杰克，杰克的那个什么？幸运宝可梦啊，还有灰子大赛，终于进榜了啊！一直安妮，肯定的吧？嘴巴只剩下叫安妮的了，有没有？跟杰尼龟叫杰尼杰尼一样。奇怪，为什么繁星不是叫繁星，繁星是叫安妮安妮？那我叫他上线，叫谁？哦哦哦哦哦！不是你要上线哦、喔，这礼拜这个会开对不对？这个洞会开了吧？嗨，你好，小六。
番茄还在刷企鹅吗？他在刷。可以尽情挂机。对啊。欸礼拜几啊？欸今天礼拜日哦，白痴哦。好像说礼拜二吗？嗯，没休息了。他刚才打斗阵特工，然后刷出来是铜五。哎，你是铜五还银五啊？稳掉银五。哎，怎么不是铜五啊？其实我刚刚很怕讲错话，因为我怕他在看台。他好像不见了，我们要先跑图。那我要不要先关台？因为很累了，今天哎、欸，今天睡得好过瘾，因为哎、欸、对，给你们看这个东西，很恐怖的东西。我们点开这个东西，哎，老观众会知道，这就是我家。哎，注意哦，这是我家室内的温度哦。这个是室内的温度哦。看，你额头好高哦。你看，这明明就长得不一样，你站在一起，你站在一起。明明就不一样，他就说：“哎、欸，就长得很像。”我说：“哪里像？差这么多，明明就差很多。”你说长得一模一样。哎、欸，番茄，你看你有没有这个头？我那时候在那个社团看到你戴这颗头，你那个风之旅的帽子会变成，哎、欸，变成那个恶魔角。哎、欸，哪一个、啊？然后没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个大便头在哪里啊？这个不是，不是，哎、欸，大便头在哪？光玉，他是光玉啊。哎、欸，总算找不到那天。那天，边人那边弄，我一下就找到了。啊，怎么现在找不到？它是一个毛帽，可是它在哪里啊？不是这个啊。晚上好多人光遇，等下就关台了，等下就关台了，关遇。哎、欸，找不到哎、欸。是风之旅人的帽子，不就是发型吗？啊，白痴哦、喔，这个啦，对不起，这个帽子，这个，你看你这个账号有没有这个帽子？你戴上去之后，你的那个小角角，对，恶魔小角角，你可以站正面吗？有，就这样子，这个小角角。
大便帽 DVD 的歌户，没有这个，这大便帽的用途就很特殊啊。啊，把自己包紧紧。那跟你讲，我现在就真的只差这个围巾没有把自己包起来。我现在大概是这身打扮了，然后我现在其实是这样子，蹲在电脑桌前面，我是这样子，很冷欸。欸，好啦，那先关台好了。你们要去哪里？反正今天应该没有要打团，对不起，好冷哦。哎，有看到他刚刚吗？这是早上的室内温度啊，逼近十度，被刮洗了。啊，好啦好啦，感谢大家。在最北穿着短裤短袖的我，我跟你讲，最耐寒的三大生物是什么？北极熊，然后企鹅，哦对，第三个是什么？爱漂亮的女生。为什么你可以穿？你现在有本事出去买东西吗？不好意思欸，很冷欸。是不会感冒啦，没事没事。草旗麒麟，草旗麒麟 WDK0JI 啊，我才不爱漂亮，可以啊。我昨天就穿短袖去牵车，那个再牵一次嘛，我去北部看看可不可以堵到一个在穿短袖的去牵车的。好啦，那我原地解散了，感谢各位，大家晚安。哎，说拜拜环节开始。CYS 河马晚安，恐龙晚安。好 ，YT Twitch 这边看看有谁。包包晚安。小妞晚安，毛西晚安，次次晚安，次次隔壁见。TIPPI 晚安 ，OD 晚安，阿香晚安，骷髅晚安，蹦蹦晚安，月雪晚安，晨晨晚安，乌素晚安，花音晚安，番茄晚安，雪莉晚安。哎，雪莉哦，没事，加油加油，二周目还开始玩呢。Yuki 晚安，孤雨院晚安，昼夜昏沉晚安啊，小雨，对不起，那个跳来的小雨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我想起来了，抱歉抱歉，番茄，抱歉，我们关台后再跑。我想看到你想起来了，抱歉，我没有忘了你，我是想不起来而已。哦，是 L 不是 I 哦。哦，贝贝晚安，拎刀青烟晚安，还有。冬粉晚安，海泽晚安，海泽安安，应该没了吧？我默默的想说，等下次没事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不是那样子的人，好不好？我不是忘记，我只是想不起来，这两个东西是不一样的，懂吗？来哦，都要笑一下啊，拎刀青烟不好笑吗？哎，按错了。这里那个小雨这边，这个北第一区你就记嘛，反正就是竹林上面这里北第一区。然后我刚刚想说什么东西不要吃电遭遇力，然后那个月雪就说给你，我说什么东西，你要塞给我什么？这边吃岩石系的话会遇到他吗？很明显的吧，有吧？然后这边你吃电系遭遇的话，这边会有魅力羊，然后电龙跟胖丁胖可丁啊。他们都是一大袋多小的那种，有带二三四个啊这样子。然后注意，然后这四只的色尾都是粉色的。欸，布波的话是那个嘛，桃红色的，应该也是喜欢的，也是蛮好看的啦。随便逛就好了吗？
哦，现在示范给你看好了。但是如果出色的话，我会哭哦，我哭烂给你看哦。先存档。布波一定要抓的吧？哎、欸，肯定要抓的吧？布波那么好看，啊，你看哦。哎、欸，电视吃什么？香煎香肠，香辣香肠吗？哎、欸，然后你不要照我这个方法做、哦，你要吃秘传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只是示范给你看啊。你吃，你要吃闪耀力的遭遇力啊，香蕉加盐，哇靠腰，欸、对耶，好像香蕉哎，等一下等一下重来，等一下重来。哎、欸、呀，怎么的？伊布眼睛是眯的，这个是龙。好啦，快点！你现在要记下来了，是不是？你家主子电脑插错孔，会先断一下。没有啦，等一下应该这边原地解散啊，因为他们要聊那个聊。年宝在那边刷三天了，斩妖力、遭遇力、一般力，所以电是什么啊？那个电遭遇力是什么？破料，我忘记了，我真的忘记了。看一下，电是黄胶片啊，黄胶片。哎，如果出色围的话，我直接独挡哦，太贵了，两个香料哎、欸。香蕉盐也可以，香蕉盐跟什么盐巴的盐吗？你可以先独挡，没有没有，我是一定会独挡啊！我遇到我现在是我不敢讲那两个字，我现在只是示范。哎、欸，四个香料的色尾很贵哎、欸，因为这边只会生那个啦。只会生电系的啊，甜咸以外，哦，啊，现在只是示范哦。可以教我怎么做？你去看安妮的影片，好不好？你去搜寻安妮的影片，你就搜寻ANNY 胖丁空白三明治。他就有教你怎么弄了。他怎么是经验力？怎么越做越惨？好，我要正常做了。好，那个，那个，乌笋，注意看好哦。通常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啦，省下咸香料的做法。看来是香蕉片了，嗯，香蕉片，你就相信我，香蕉加盐吧，加盐盐，好啦，我没有不相信你，我有哪次不相信过你了吗？月总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按错，月总，我有哪一次不相信过你了？肯定没有的嘛，对不对？盐巴是不是？哎呀呀！盐巴，很咸。啊，其实繁星很想吃三明治啊，这太咸了吧！天哪、啊，太咸了吧！我借他好了啊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。跟我姐说等一下，我再示范，再三分钟。你有吃过咸的香蕉吗？啊，哎呦，看起来好色，咸香蕉，哎呦，
完了完了完了，抓到色尾要洗肾了欸。好了，看好哦。你看，而且这边很明显啊，就是你只要看到前面一坨粉粉的，你就知道了。你就这边，我从头开始示范。你来到那个宝可梦中心之后，你就四处逛，你不要离太远了。就这附近会有，你看魅力羊。然后，你倒是出来啊！嗯，就是这样，不波没力啊。你斜坡上去之后，大概到这颗石头这边就下来了，因为前面会升到其他东西，那就下来。靠腰，对不起，等等，直接遇到我就抓，我就抓。抓完独挡，什么？其实很明显啊，就是你看草地上，理论上都是黄色的，你看到粉红色就把它抓起来研究。有没有？这边其实比原魔阵快啦，因为原魔阵虽然那边也是一批一批的，但是我觉得用冲的找也比较快，而且你可能一不小心刚好回头回那个回村庄。就是会不小心消失，跟我惨状一样，这样可以吗？就在这边逛，反正就这样子走。好了，阻挡。然后那个皮可西胖，不，胖可丁、胖丁还有。桥段酱也可以在这边刷，那再来就是龙系也可以，雅雅跟那个雅雅跟七夕青鸟也可以来这边刷，是龙遭遇啦。啊，我们先让无贵下跪，无界下跪完之后再关。好了，番茄我来了，抱歉了，刚料理一直失败。对，这边就是我那时候跟安妮讲说，不是什么东西都在这边，这边是宝地吧？我说对，你叫这边宝地，因为其实那时候找那个皮可西找很久，后来是看那个图鉴嘛，我想说真的在这边吗？怎么逛不到？然后就吃了妖精料理之后，哎呦，好像不错哎。是无界吧？不是哎、欸，无界，我真的好喜欢这种毛毛把自己包起的感觉，真的谢谢，不会啦，那你要订阅安妮哦，好不好？最近会去研究，发现那些也是因为要帮他影片用的，就是帮他减轻点负担，不然他其实有些地点其实蛮难遇的啦。就是怎么说，有更快更方便的地方，然后但他跑去绕远，定个礼。谢谢无界，谢谢。然后今天在无界的台那边聊什么，帮伊布洗澡什么之类的。然后说帮火伊布洗澡，火伊布会死。那帮雷伊布洗澡是全部的宝可梦都会死。他说啊，全部的宝可梦都会一起被电死。然后就在聊那个伊布的那个。像火衣布吧，火衣布的体温不是可以降那1000度以上，然后就一直今天在他的台子聊。
没按错。哎、欸，好像也可以这个哎、欸。魔王开始玩光遇了没有？他是因为有 PS 5然后番茄是请魔王来帮忙用。对。哎、欸，小妞。对，无界之后再也不会开这款游戏了。你哭完回来了，哇！那你不要听今天的记录档，我今天的记录档要按不公开跟会线。好了，那大家晚安，我要被这个男人带走了，他要带我去跑图了。各位晚安啦，我要去找安妮了。你要我，好啦，我用这只好了。手机先休息，被这个男人带走了。对，我要利用他，我要利用他帮我赚钱。我们要去收集钛金的 LP 点数了。走吧，男人，男人出发！啊，要跑哪里？我不知道啊，靠腰、哦。你要先跑大啦，任务都可以啊。哦，然后这个游戏真的，来，快示范一下啊，看一下哦。啊，你看，我可以在他背上没事做，我就一直欢呼艾薇。你看，今天你看我在后面在干嘛？加油，加油！然后番茄在前面跑，就没我的事啊。很轻松啊！对啊，要拉拉队哦，也有烟火的，等一下我找一下、哦。这个，花啥花？难上加难加难。月雪，我开始支持你男朋友出柜了。出柜哦，不出柜哦，出柜了哦，好不好？我原本还在帮你男朋友讲话的，我觉得现在好像没必要了。我说哪有人，哪有女朋友会希望男朋友在那边假假的？然后但是。你跟安妮不是说，假假BL 很棒啊。我现在支持好不好？那个月雪，支持你男朋友，可以跟另外一个男生用那个肉体碰撞来挣扎一下。不，他一开始就这样子了。对啊，我知道他一开始就这样子啊。可是我那时候帮你讲话、欸，哎。我说不要吧，就好好的，不是很好吗？对啦，关台咯，安妮，快点，等一下跟你聊一下啦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晚安晚安，原地解散咯，不带咯，不带咯，你们要打什么麒麟的，原地留下咯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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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